来去反击对方。下下下，中段兽是中格挡，防御对方中段的极限进攻。我们用前背的内侧去结挡对方的攻击。首先，手肘贴身体腰侧，到中线的时候转动向外，配合腰的转动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这就是中格挡的用法。撒旦兽是防御对方下段的进攻，以前背外侧做格挡，我们可以防御对方的拳的动作，还是大腿的动作，手抬高，肘尖引动画圆，往下转动，好，来示范一下。挂兽是用手掌外侧往外画圆，化解对方中段或是高段的进攻。另外，我们会配合猫主力的马步，让我们闪躲更有效果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外手刀兽是用手刀去拦截对方的进攻，最主要是击打肘关节还有肩关节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内手刀兽是用中格挡的原理去拦截对方，可是我们是开手以前背的内侧去直接拦截对方的前背或是肘关节。好，来示范一下。下下下，中下段兽是一个手做中格挡，另外一手做下格挡，同时间去防御对方中段和下段的重进攻。同时间我们可以一个手做格挡，另外一手做进攻。